大伯，你要几下？我，哎，我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无啊，是啊，真正无啊，我都袂一堆啊，叫排骨。咱的白真正甜啊！来，你要食白大的，人家500了，我500，开500了。500只。哇，你敢提钱拢我哩啊？这600几块，卖个货啊！白大卖了了，3-4百嘛，啊，这拢我伊了500了，卖个货啊，我还剩了尔，收起来。我白大阵细地尔。来，过来，你要食啥？来，我看要食啥物啊？哦，来，啊，敢有要点菜无？敢有要点菜？萝卜糕敢有要食？无要食。萝卜糕啊，有萝卜糕去未？来，大萝卜糕要食150啊，150了啊，150，来，萝卜糕够要食无？150呢？150而已，这好食哦，拢有啊，谢谢。来，你也收起。来，迄个我酸菜呀，有啊，叫红木酸菜呀。啊，搁肉搁地，肉搁地伫你遐哦。来，足济好料嘞吼。啊，我顺顺啊，即摆人无足济，我顺。啊，够呀，阿峰。来，起来啦。是起来，我袂记两个重点啦。我等下要发一箱这個，一箱这啦。嘿啊，好，你上好食，你袂记哩啊。来，一箱1000块。阿峰，你先来一下好无？你即条虾仔先搬起，不然即条虾仔上惊退冰个。你搬起哦，迄个大，你甲冰个好。来，落去吧。好，阿叔，萝卜搞起来。来，你甲包阿姨，包阿姨包个好。啊，你考虑伤久，扣一包。讲笑呀，你莫歹安尼，你考虑伤久，啊，要收，啊，有人萝卜糕考虑较久的，谢谢啊，这，来，我是来卖一个肉骨茶啦，好无？干哪要食肉骨茶？这肉骨是马来西亚的口味吼，小寡胡椒味，胡椒味，得过了。来，迄个红包，我给一包起来。来，这包叫肉骨茶，哦，这新加坡迄个马来西亚一定的口味，迄汤头真正敢赞呀！排骨你可能台湾食不少，真好食。一包卖讲，互你开350，2包卖互你开700，用我烧了足好食呀！200了，来200块了，肉骨茶200块。最近这酒卖了足好呀，200了啊，200块了，35嘛。200要吃无？来，收，来。好啦，我来讲啊，卖搁讲啊，这箱我就全部人家买啦，好。一个人拢给我买一包落，买一包落，好无？互恁食好爽啊！讲真正，我无白讲的啊。即个汤汤烈烈哦，愈我过年起愈济啊，哦，真正啊，愈来愈无利润啊，哦。来，你想要食的，这内底拢鸭肉，一点卖开300，卖开500啦，紧就好啊啦，200就好啦。你买200，同款一包搁送你啦，好无？200块给你煮啊，200块啊。这酸菜鸭啦，这几啦种鸭肉的，200就好啦。200块，200了，最后搁一个啦，200，加上个啦，用我少尔，无买无够啊，200搁有要食酸菜鸭无？来啊，囝，最后一个上面来200，加上个好无？美女，你有要食无？哎，要不要？你今仔时有人啊？有你考虑啊？我是没料啦，今天是比较没人。来啊，囝啊，用一箱简单的我先买一下。这小朋友，你知道？你回去加一个蛋哦，煮这个给他吃，我不会骗你啊，很便宜又好吃又营养。你那等你搞多煮这营养好吃，哎，这上面您知哦，这是完全没有污染的东西，拢无污染的。第二，拢无农药，这比你伫菜市啊买的青菜较青，是安怎你知无？无人有在着去海中除农药啊，所以前这两点你甲变的，第二佫俗。第三，伊营养阁足悬嘞，好来，啥物代志？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外价行情200块，我加一包送你，100了，100块好，100块俩，100块俩，100了收钱啊，100块了，这免阁考虑啊吧？收钱啊！这要恁欢喜个啦，100块俩。拿几块钱啊？100块俩，我100无买你无物件通吃。你讲了未啊？真正无，100了。阿公大哥买啥？好啊，你也直接给我，我来搬哦。我搁来搬足几只，只有搁一个尔哦。来，一包。
来点鱼啊！啊，谢谢。好，我帮我收住好不好？谢谢。大哥要吃鸭掌哦。鸭掌。来。陈家良。好了，行了，你也多少我卖鱼啊？靠，遐卖到春节啊！哎，啥物食鸭掌？这台中的名产，这退兵来当吃啊，足 Q 足香的，一包百五、两包三百二啊，我拢唔免啊，拢无啊啦，这两包直接请你吃就好啦。你先给钱的先啊，这连想都免想啊啦，两百了。来者啊！来两百块尔，来两百，最后一个200块了。椒麻迄个椒麻鸭掌，退兵来当吃。啊，春节两包啥物啊？100尔，100尔，给给当个。来者啊！无啊啦，无啊。我爱落去了。来刷鱼去啦，咱讲讲，我要食刷鱼啊，伊要食较好个，啥物食刷鱼？迄大块啊，迄当用炊、用煎的凊彩你啊，哦，才够啊。来，想要食来开500了，500块，一块500，两块500，三块500，搁头前起来4块哦。来，这块搁送你啊，5块啊，500。一块500，两块500，三块500，4块啊，4块无够啊，4块歹听，5块吃好算啊。一块两块啊，三块四块啊，有人要想我无？想我有人要来无？我人咩？我手机你咩？我讲。不要吗？啊，我条。没有啊。来五百个，要食鳕鱼的无？拢有啊，只冰刷咯。来着。一片啊。啊？四片加一片。哎，三袋、四袋来五袋，来五百了。五百个要食鳕鱼的无？全部拢有啊吗？恁家有小家庭，还是你减肥的哦？200了，来200块，200块，小家庭的200了啊。来家姐，200块尔，200块，咱的刷你一定爱买，无乌白甲你讲啊。来，我地家姐，来交钱要借200，是啊。我地家姐，收钱啊，收钱啊，我来好啊，200了，200拢有啊吗？来，你也收起，谢谢。哦，上面上面，最后叫阿红处理了啊。给阿红喝啊！无啦，无啊，弄啊，弄啊，弄，没事啊，弄啊，弄。有人要食这无？300块你甲省起来，200块你甲省起来，200块我了。来，这箱我给你，200块上面吃，200块。挪威青鱼200上面吃，200块。有人要食挪威无？这完全未死咸，这是全世界上好食的鲑鱼，就是挪威，这就是挪威。一地行要800块，哈加死，这两地行该超过500。我三地、四地，这5地总去，唔免考虑啊，200了。来200块上面吃，200块。剩只四地100了上面啊，100了你揢揢，160。160上面吃，100了。100了上面吃，100了。收起来，你给阿公收。一包哦，有两个字是重点嘛，啊，恁家看，这两字是重点，手工是重点，哦，机械做了还好啊，手工啊就是无同，哈、哦，伊这叫葱抓饼，这当下我爱报过，你甲真正的卡两粒，两粒好好食哦，豆皮骨甲剥落，你知无？一包8块卖3包，卖500，200了，大雷啊，你后壁葱抓饼够无？一包够送你啊，开200了，200块了，来200上面食葱抓饼啊，这真正的做渣等，200块。200块，够无啦？够了冇？来全部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没有了。来，谢谢你，感谢你哦，哈。没有别的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买别的就好了，不一定要吃那个哈。很多东西可以买，很多东西。来，好啊，手就抬好。囡仔哦，这个囡仔一定爱食啥？爱食鸡腿啊。哎，我今天刚好炸迄个真空的，应该是无吧？不是牛肉料的，上面吃这个柠檬鸡腿，泰式柠檬腿排，想要吃卖300，卖500，200了，200块了啊！啊，这里要买300哦，好不？来，啊，这里要点这红龟，分开哦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，300、500，不拢唔免，你要称骨，你千万卖搞买鸡腿，这支鸡腿无骨咯。我搁送你3支，才全部10支，只有加雷公，足香的啦，200了，来200块了，200块了，姐，200了，你要第做伙，啊，第做伙，我要收钱啊，2支、3支、4支，来5支哦你，6支、7支哦你，8支，来8支无够，这2支送你到啊，食来到啊，好嘛，200了啦，金龙啊，3、4啊，来5啊，唔好搁收啊，6、7、8哦，来90，无啊，唔好搁收啊。是啊，你搁一个嘛？是啊，五啊，6、7啊，八啊，来90，最后一个100上面也无啊。加油！鸡腿搁摸起来啊！
你咪炸三枪，装满无啊？装未了。准备。哎，阿红，我乡亲是用物件，即个客户人客上爱食的。你袂记十九秒杀，唔是只？哎，坐喺度。唔是唔是。对，迄人客，即大概来拢秒杀，迄人客来拢食的。你客户我咧上，伊大概来嘛抢了了。有两蚊食这无？来，来，来，你收着。这你爱买吼？这哦，来，客户人客看下。这是足甜足脆的物件哦，拢无刺，拢无骨，拢无拍哦。只个客户人客看，白白，白白客户人客。白菜肉青椒料哦，伊这叫海龟鸡吧吼？伊这海龟鸡吧有一个，一个，好啦。伊这长的吼，我来讲，你甲炒蒜头辣椒落啊，哈，你甲我来讲啊，你要买一只。去全联买一只菜龟，用半条的菜龟甲淋一包，即个蛤蟆、鸡瓜甲淋袂，吼，甲当作咧小块糖水安尼无？你甲食看，有够甜的啦，真正有够甜的。来，即外口安尼炒一盘一百，两盘三盘，凊彩拢爱三四百块，即两盘咧炒六七百块，唔是人，唔是餐厅好赚钱，因为人爱吼爱租地，啥物有诶无诶，还叫师傅甲你炒嘛吼，啊咱物件同款，家己当去炒炒下啦，吼，方便啦，搁好食。这两包外口行情上俗，搁爱差价六百嘞哦吼！我讲真嘞，我若卖五百，俗一包，比人家俗啊！恁客等于家己差，吼！一瓶三个人客，两包装起，先客钱先赢，开两百了啊！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来开两百了，海龟子、煮蛋龟了，煮菜龟，吼，煮蛤蟆，开两百了，两百块了，海瓜子两百块了，拢有啊！谢谢。